回家你变黑变丑的防晒习惯，看看你中了几招。冬天从不做防晒，防晒霜就挤一点点，上脸来回搓，不等成膜就化妆，出门从不补防晒，除了防晒不卸妆。哦，晒黑晒了还闷痘变丑，属你第一名。别被阴天欺骗了，出门前一定要检查紫外线指数，大于等于是就一定要涂防晒，再根据不同的场景选择合适防晒。紫外线就想靠近我，用量别抠手，脸蛋儿挤够一枚硬币的量，以此类推。脖子胳膊别落下，懒得抹这么多物理防晒 get， 想晒黑都狠了。用指腹从面中往外沿一个方向推开，不要来回搓，涂完晾三分钟成膜后再上妆，底妆不易搓泥，防晒疤的比胶水还牢。户外隔两小时补一次防晒，喷雾好方便，喷不均匀防得起沫。纸巾轻压吸掉脸上油之后，把防晒霜挤在手背抹开，用粉扑蘸取轻压在脸上，干净又卫生，妆也不会花。水溶性防晒，直接洗面奶清洗就行。防水防油类防晒，一定要用卸妆产品卸，这样涂防晒保准你的脸又白又嫩。